撞撞炮了，哎呀呀呀呀，怎么回事？然后掉地上了，掉地上了，哎呀！同学，你们包里要是纸巾也没有？不不不不不，你干嘛的？你拿纸巾给他擦，给我擦呀？对呀，不好意思，在地上再给他拿下东西。好，这个时候，唰，林瑞出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啊，那个我再赔你一份饭吧。好，好，不缺你们事了，赔你一份饭是吧？赔你一份饭，好。我转看，一看到过来了，马上给他又拉下来。对，又拉下来。对，走。喜欢呢？走，还得拉他人过来，你就得拉着他往这边。对对对对。对对对对对，走。由于胸腔和两肺之间约二分之一居正中线右侧，你的手啊一直在他身上上面一公分，这不好吧？这得是的，你不碰着他才是。你碰这个位置，这里锁骨下面，然后在这儿，你这是。要摸要不摸的，他在那心情很兴奋的那个劲儿，你知道吧？得有这个劲儿，能摸吗？能摸吗？这样，那要不然你说这个戏有什么意思？你说这个整段戏有什么意思？你先摸书吧，来，不，他也不会真的摸你，他不摸，你是开玩笑吗？你在，哈哈哈。